展示出心目中的护法秘密武器，控油深层法域。好，我们最后再将眼神回到正前方，谢谢。好的，最后三秒钟，我们稍后也还会有时间让大家再度捕捉帅气的画面，谢谢。那么请工作人员麻烦帮忙收下产品以及递上麦克风，邀请代言人杨佑宁跟大家打声招呼，欢迎。Hello， 嗨，佳琪。现场的媒体朋友还有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佑宁。欢迎代言人悠悠亲临现场，请赶快先跟大家聊一下近况，因为大家看到你好开心哦。是啊、其实我最近刚好也是进了一个新的剧组，对，然后在拍一个新的案子，然后是一部电影。然后我刚好前面连续的五天都是大夜班哦，对，一直到昨天晚上都还是到四点才回家，结果还可以这么精神抖擞的出现。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但回家可以自己做一下 SPA 的感觉，对，还是蛮好的。就像刚才你有提到，就每一次洗完以后都觉得好像感觉好像自己去做了一个 SPA 的感觉。殊不知就是在家自己进行 home spa。那你刚才说五天饰演的，也不能说饰演啊，自己。我担任的是餐厅的经理的角色。是。对。然后本身又拥有大厨的执照。没错。那大家知道煮菜是要有火气，但是煮完以后头上的那个头气就很可怕了。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蛮喜欢下厨的，是，然后自己也很喜欢做菜，因为我们家也开餐厅嘛。没错。那上一次我们在这个爱家食堂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苏梅岛。那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炎热的一个环境啊，然后又加上我们又一直要在厨房里面工作，其实真的，我觉得那个整个人的状况，我觉得是很黏腻的，然后又整个人是感觉头皮就是很油的感觉。对。对。然后就跟他说：“不好意思，我要回家先做一下法语，要来一个深层的流。”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收工以后可以回去做一下这个深层的法语的感觉。还好你当了代言人，所以回家以后又可以再度清爽出席。然后最近的新戏也是啊，今晚为爱鼓掌。是，你看在家里面同床共枕的时候，如果你的枕边人他的头气很严重的话，也是不行。没错，所以完全都是有连结的，每一个角色真的很重要。就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睡在一起，你就会想要抱着对方嘛。这时候如果有一点头气，其实也蛮不好意思的，对不对？就请你先进浴室一下，把头气问题解决。是是是。那也想请教，因为这一次担任代言人，同时也是护法大使，抢先使用了，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跟其他产品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其实我觉得这个深层控油法浴，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地方是说，我真的在洗完头以后，除了自己感觉到很清爽的感觉以外，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时间很长效的感觉。是，不会只是我洗完头，好像睡一觉起床，明天感觉早上起床头又油油的。对，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很长效的感觉，包括我们在我刚刚讲的那个苏梅岛，对，那个这么炎热又是厨房的一个这样的油腻的一个环境里面，我觉得我昨天晚上洗完头，感觉我可以撑一整天。对，我觉得这个感给我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是真的没有时间的时候，大家也不会发现，因为还是很清爽。会不会是一个专门为了亚洲人的发质，是是是，还有亚洲人有时候有一点点比较懒散的习性，所特别设计的一个特性？气候，我觉得气候是，对，就是可以撑的比较久，然后也就不会有散发出来出油的这个味道。是，那也想要请教，因为悠悠，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么忙碌的行程，不管是外景，又或者是如果在棚内里面，卤素灯对发质的伤害也很重大耶。是，那你是自己要怎么样去做到一些发丝的护理？有没有一些秘诀跟大家分享？当然，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现在也非常喜欢用这一罐深层控油发语嘛。那我觉得它，因为可能我觉得一般大家想到的控油，对，就会是很干。对，但我觉得它好的地方是说，它可以让我的头皮保持一个干爽、清爽、没有负担的感觉。我最重要是我的头发感觉是很柔顺的，不会说好像很毛躁这样。对，然后这我觉得这也是在我自己男生护发，对，护发上面，我觉得是一罐就可以解决我这些问题。对，不管是头皮上面的保养，因为说到了要做到深层清洁，但悠悠就说很多人做到深层清洁的同时
发丝反而就变得很毛躁了，是，但它一样是可以做到修护的效果，因为里面其实添加了像是牛蒡精华，有18种氨基酸，可以帮助你好好的保养一下。那其实头皮也很重要啊，是，头皮跟脸皮是同一张皮，大家知道吗？所以它的保养是关键哦。那我想请教，因为使用了产品之后，你觉得对你来说它最大的头皮加分点在哪里？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深层控油发浴，其实讲了很多，就是清爽啊，然后舒服啊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我们刚才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没错。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加分的是，真的在自己家里面有一种 SPA 的感觉，很舒服啊。所以我也觉得这也是品牌命名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是说深层控油发浴，它不是洗发精。就是我觉得发浴给人家的感觉，你会觉得你的头皮跟你的头发是完全被照顾到的，然后是很舒服的，你可以享受这一件事情，享受这个过程的。对，是提供给拥有很大的助力，不管是在头皮上面，或是整张的脸上面，也都可以做到很棒的拉提这样子的效果。因为头皮就是帮助拉提拉起来了，你这样对你来说是助力，可是对之后要演你老年的演员都是阻力了，你知道吗？那我就会推荐他们可以用这个森罗威深层控油发浴了。是你一定要推荐给身边的好朋友们。再来也想请教，因为刚才我说了创办人是发量富翁，您也是，真好。男生一定发量其实也是自信的来源，对不对？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使用这个产品以后觉得更加有自信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当你的头皮很清爽以后，你的头发也会跟着被照顾到，然后你的发质好了，你整个整体的状况，我觉得相对起来，你的头发看起来也会是一个健康的状况，没错，然后是一个蓬松的状况。那当然这样子看起来，整体的发量啊，或者是你在外面所展现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会让自己更有自信。是，就大家知道吗？你的头发蓬松起来以后，甚至视觉上还有小脸的效果，是也提供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特性。那刚刚我们已经把整个产品的特性还有使用感都介绍得好清楚了，大家也有看到，又有特别拍摄的这支 TVC，在拍摄过程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拍摄这 TVC 广告的导演，他是一个光头哦，没有发，没有头发的，是，对。所以我就推荐他，我说你不要担心，你用我们的这个深层控油发浴，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有这样子浓厚的发量。我们若干年后，也不用了，三个月后来测试一下，对对对，再帮导演自己也拍摄一支。来了，头发一个雷鬼爆炸，很茂密，就是也是真的，在头发上面也都是森林一般的发量感。其实你刚刚提到是重点哦，因为不是说如果没有头发就不需要好好慎选发质。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因为头皮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没错，其实很重要的，非常重要。会推荐给所有不管男性女性，甚至是三岁以上就可以使用，一家大小都可以成为发量冠军。好，那么最后也想要请悠悠跟你的粉丝朋友们推荐一下，因为大家一定很想要追随你的脚步，成为一个护发大师，是护头皮大师，可不可以再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我们刚才讲好多哈，我觉得森罗威深层控油发浴呢，在家里面，我觉得它除了是我们每天都必须的一个清洁用品以外，我觉得它还是可以让我们每天回到家，能够让我们身心灵充电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商品，就是说我们可以很享受自己一点点的这个所谓的 me time。对，很享受自己洗头的这个时间，然后让自己觉得哇，原来一整天辛苦，然后回到家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然后同时间我们又可以养护好我们的头皮，照顾好我们的头发，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第二天满满精神活力，信心满满的出去工作，是让大家之后想到要洗发的时候都觉得没有问题，我进去出来就变杨佑宁了，那多开心，对不对？就是一个疗愈的感受了。非常谢谢悠悠跟大家的分享，也请您继续留在舞台，也请工作人员先帮忙收下麦克风，因为马上要迎接今天的重头与代言人的时刻，请三位先看向正前方。我们让全部的媒体朋友还有现场的摄影大哥们捕捉画面，谢谢。森罗威专注于为亚洲环境研发，打造出自然、健康又有效的头皮养护产品。好，请看向右方，有很多的摄影机，麻烦三位。控油配方还有先进技术的融合，可以帮助消费者拥有更健康的头皮和发质。好，我们有动态摄影。
麻烦三位再一起看向左方好吗？我们最后也让左方的今天参与的贵宾们可以捕捉画面，谢谢。好，那么前方现在将会有动态摄影师捕捉三位的画面，也请三位可以稍微挥挥手好吗？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签约启动仪式，也请工作人员将启动台准备好。我们也可以请三位稍微往前一步。三位贵宾准备好了吗？好，马上就要进行今天的签约启动仪式，三、二、一，请启动。分挪威共由深层法律杨佑宁有感推荐，植萃纯净自然，提供给所有的消费者拥有最健康的头皮还有发质。请三位看向正前方。好，我们再麻烦三位可以看向右方好吗？林心凌无皂碱不含雌激素，三岁以上就可以使用，控油还可以达到油脂平衡、毛孔洁净。也请看向左方，左方有很多现场的贵宾想要捕捉大家的画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三位比一个爱心好吗？大小爱心都非常适合哈，看一下前方。优异的深层洁净功效可以带走闷热、汗水和油脂。啊，好可爱的画面哦！那三位可不可以再拍一个鼓掌的画面？今晚一起为好发质鼓掌。啊，看上前方，谢谢。好的，非常谢谢现场所有的摄影大哥，也谢谢台上的三位贵宾，谢谢创办人以及谢谢董事长，谢谢。我们也先请创办人还有董事长可以先回到座位休息，那我们再让代言人杨佑宁留在舞台上，让所有媒体朋友们最后捕捉画面好吗？请悠悠协助看向前方，谢谢。好，前方的摄影大哥，谢谢。能够帮助重塑头皮生态环